影帝任达华同名无琪琪嘅宝贝女任晴佳已经20岁啦，拥有1.8米嘅 top model 身材，42寸长腿再加上甜美嘅样，简直可以原地出道啊！不过佢依家就专注学业上边，一直喺英国伦敦读大学嘅佢，早前就转到美国常春藤大学读书，被网民大赞又靓女又叻女。近日 Ella 喺社交网分享咗一家人去旅行嘅相同埋片，画个一向有型有款而琪琪都出名嘅冻龄美人。Ella 获得两个人嘅优良遗传，身材。才纤瘦兼有逆天长腿，旅行期间 Ella 以泳衣上阵之外，又以开胸款式晚装示人，青春无敌，俘虏唔少 fans， 得到唔少网民比 like 啊！但当中有名网民就大赞华哥琪琪有两名漂亮嘅乖女，唔通佢误认咗琪琪同埋 Ella 系两姊妹？后来经过其他网民嘅纠正之后，先知原来一时错手，将三口之家写成四口，发生咗一次美丽嘅误会啊！